我们是2021年7月公司才刚刚成立，短短的也就是一年半多不到2年的时间，但是公司呢就经历了从初创然后研发一直到产品投入使用然后开始销售拿到国家注册证等等的一系列的特别多的一些里程碑式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的公司整体来讲是一个大发展，但是呢公司同样面临的一些管理工具跟不上，效率的一个改善，效能的提升等等这样的一些困境吧。确实我们整个团队也是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吸取了很多比如说之前前人的一些经验教训，我们并不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就会单纯的靠马人马物增加一些生产的投入等等这么简单化的处理，这样的话其实也不是从根本上能解决，所以说我们想到的就是看要不要上一些提高效率的一些比较数字化的一些管理工具。对，的确我们在公司成立不久呢就开始在整个的一个系统选型，所以说也是横向纵向谈到了很多的一些供应商，最终选择了咱们拥有 YonSuite 的这款产品。的确因为确实跟拥有也是知道拥有这个软件是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软件，所以说它是有足够的一个比较雄厚的实力，所以说这方面是值得信赖的。另一方面的话确实这款产品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产品，然后用了公有云，然后呢它的整个的部署到实施然后到上线售后等等的就是非常的高效快捷，然后呢性价比很高。确实我认为这个产品应该是跟随着我们公司的战略然后以及公司的发展，然后呢给我们的整个的管理效能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整个的那个生产采购然后销售等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整个一个链条的一个搭建，然后包括会计服务这一块和这个整个的外边的采购和销售的一个链条的一个连通，然后整个的协同平台，然后包括会计内部的一些风险的控制，比如说发票管理等等，这样的话都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和效率提高。对，因为确实也是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很多的发展是随着公司的发展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是逐步在搭建，然后逐步在上线。所以说今年呢，也是刚刚上线了销售管理，然后也是使用也很顺畅。然后另外呢，也还有正在做的一些生产管理的一个细化。然后另外未来我们有一个整个是一个医疗行业有一些监管，比如说 UDI 的管理，然后 GMP 生产的一个体系的管理等等。这样的话呢，其实未来是有很多可以和拥有在继续深度合作，然后继续搭建一个更完善的平台，然后助力我们整个智慧生物那个智慧医工整个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搭建。